一生最近来说，读亲好朋友，早安快乐。这段时间是咱竹林必胜宫人所提供的节目，咱会伫线顶，咱会听友台得啦吼。啊，咱拢知影，竹林必胜宫，咱的宫址呢吼，那要甲记嘞吼。啊，咱今嘛，每生来讲一遍吼。咱竹林必胜宫的宫址是伫惠林关大陂乡三吉村中陂。16-52号，服务电话是5916-045。咱的宫呢，对开宫甲芝麻都啊有28周年啦吼，28周年。啊，咱伫个节目呢吼，已经开播进入第24年的时间啦吼，第24年的时间。那咱的节目呢，内容拢是咧讲虾米呢？讲单道啦，讲灵修啦，吼，讲咱人啦，吼，做人啊，了解一寡吼，何谓吼？咱讲有个人讲啊，先生伊个历史背景，咱嘛讲吼，先生个历史背景，咱嘛讲啊，咱母女个历史背景，咱嘛讲道教个哲学甲玄学免啊分别，也是讲伫即个道藏个经典内底，到底有偌济道教个经典？何为道教的五经四书？好、哦，这呢、哦、我们都会讲。啊，讲讲忠孝节义的故事啊，吼、哦。啊，讲到咱太岁星君是啥物神明啦、啊，吼、哦。毛人讲啊，咱观音大师到底是属于道教，还是属于佛教？毛人你讲妈祖婆、天上圣庙是啥物款的来历？吼、哦，啊，这佛教呢，吼、哦。嘛拜天上圣庙，一贯道嘛拜天上圣庙，吼、哦、啊，咱道教嘛拜天上圣庙，啊，其实天上圣庙，吼、哦，到底伊是在道还是在佛还是在儒啦？吼、哦，其实那个不用讲啦，吼、哦，天上圣庙千几年啊，是宋朝出世的，啊，所以咱讲，今日咱要来甲咱的吼节目啦，吼、哦，讲我大家知影，就是讲一寡。忠孝节义的故事，然后呢吼，啊，讲一寡咱的母娘吼，啊，伊们啊教化这灵啊囝，吼，啊，咱的节目呢，当然啦吼，一定有咱的这个，咱讲有节目，啊，当然都有经费嘛吼，啊，这个经费是来自于吼，啊，咱慈天毕生公，咱慈天毕生公的经费是什么？就是咧讲咱大家来到扶持的啦，红道音经费啦，吼，嘛等于是红道的节目，吼，过来就是讲啊，咱的节目呢，吼，啊，唔只是讲咱芝麻在讲的，吼，这个道理千百千百，嘛对这个心灵上的开发，吼，啊，有时阵呢，吼，啊，咱要了解啦，我先生办事的一个过程啦，吼，其实都不是说。啊，每一次啊，咱来讲的拢是一挂吼足神秘的。其实咱要讲的吼，拢是予大家足清楚啊嘛，真明了。所以每项呢吼，伫咱这个节目已经讲进入了24年的当中啊。所以慈天毕生宫呢，28周年哦啊，今年是28周年。那我甘心的就是讲吼，伫咱的网路啦吼，还是讲吼，伫咱的 YouTube 啦吼。不管是吼，咱的大宇师兄，然后啊，个足济足济，甲咱转档的师兄姐，还有洪正文师兄，以及伫负责的网路，吼，伫甲咱哦做这个铺陈，然后真的非常感恩。那伫咱这个节目内，咱的听众朋友了吼，啊，固定啊伫个电台听，嘛非常的济了吼。那没想感恩的是讲吼，咱九天母娘甲咱降世配方。就是咱的香香款素茶贡末小盘香普灵灯，或者是讲虫草王山高宝，吼、哦、女性专用的，也是讲吼、哦、咱对着这个吼、哦，啊咱讲身体啊咱每一个人拢会想要去甲做一个保养调整，然后啊咱张之王也是很不错的选择，而且咱有哪讲要爱香啦吼，咱有徛香、俏山、俏乐、灵草香，啊毛咱的上本沉香。哦，啊，毛咱的啥？毛咱啊，即马做卧香了吼，新型的卧香了吼。咱这就是吼啊，咱讲提供了咱的节目啦，提供这节目啊，所以呢，咱后壁段咱就无要阁讲广告啊吼，咱就要予咱知影讲，慈天毕生宫的宫址是伫个大陂乡高速公路顶吼，甲78线你就看会到吼。
往左边看，往右边看，对，看到一间庙，甲人无同款。顶冠有一粒混元宝珠啦吼，啊，全部拢擦黄色的吼，这就是慈天必胜宫的道场。欢迎咱的道亲啦，位阿贵，甲咱的道祖嗨一下，甲咱的母娘打招呼一下，吼，也保庇咱开车顺利啦吼，做生意吼，一切当大吉平安。今日呢，咱就是吼，要来甲咱头一块圣瓜。要来报上这块母刀，因为咱的母娘慈悲疼惜了吼，啊，所以咱来安排这块母刀、母刀。咱讲人呐、啊，来到世间呐吼，乌鸦都有反扑之意啊，羊都有跪乳之恩啊，咱人敢无反扑？吼、哦，会当啊友好父母吗？我相信讲友好天都会甲咱安怎疼惜。灾难对个咱愈来吼愈少，啊，过来就是讲吼啊，咱每一个人拢是安那希望平安啦吼，啊，咱大家拢嘛是希望安怎健康啦，所以伫这呢祝大家健康快乐。那每项呢感恩啦吼，有恁的扶持，有你们的啊，咱呢随下属这鼓励啦吼，有你们真好，真的非常感恩。叫做母刀啦吼，母刀，
什么人都可以当母道，只要你是查某人啦吼，因为有生育嘛吼，有生育，查某囡仔呢吼，等个大汉，那结婚了后，生育就成为人的母亲嘛吼，那母亲呢吼，当然啦，人讲贤内助，贤内助，内助内助，啊，就是讲。翁某呢，来当手牵手到老了吼，啊，咱的囡仔个请了，阁真好，啊，无手去用白叶熬，啊嘛，无去做歹代志，这个家庭呢，真温和，啊，这个家庭呢，吼，哇，真圆满，安尼呢，咱敢讲，一定都爱来泡灵山，才会去做母娘嘛，还是一定爱泡灵山，才会当去做，吼，讲你有得到母道吗？其实啦，吼，无得。你要得无道，上简单的安怎？有孝王哥，吼、哦，有孝咱的师大人，把囡仔照顾好，可以出社会，会当出人头地。你的母，这个道你都得到啊。老母这个道你都得到啊。安尼呢，咱免烦恼讲吼，咱的幼稚母娘呢会甲咱放手，会怎啊不爱插咱？吼、哦，因为咱是来做贤妻良母的。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是来当贤妻良母的，吼、哦，来，和咱的下一代，会当为咱的国家，吼、哦，为这个社会，会当尽一份啊本分，尽一份啊力量，教咱的囡啊，咱家己有吃有啉，嘛爱怎样好慈悲施舍，啊，这都是母道应该要行的功德力，也就是咱来教囝。教囝是啥物人咧教？教囝是老爸爱趁钱啊，老母教囝的机会就较少啊。哦，我讲老爸教囝的机会较少，老母教囝的机会就较侪啊，呢吼。咱咧五尊母啊，吼，都有人咧问啦吼。唔讲五尊母啊，何为九天玄女娘娘？九天大家拢嘛知影讲哦，啊，就伫深山咱来找就有啊。啊，九天母啊，伊的面，吼、哦。啊，讲咱的骊山母啊，也有人讲面甲擦金色的，吼、哦，啊有人吼、哦、讲啊，这雕像为什么会跟人家雕的都不一样？哦，就那个九峰山，你看的雕的九母都无同，吼、哦，啊，跟咱神山的九天玄女又不一样。这吼、哦、形象，这种啊，这你免去来论定说哪一尊才是他的形象，吼、哦，安尼到底是雕啊唔雕？啊雕甲唔雕，你就免去来管。即个面相知影吼，哦，就是讲，伫咱即个讲到神仙同感来底面，啊，讲到咱即个吼阳神集，吼、哦，伫即个阳神集仙落来底的有啥？有咱的九天玄女，吼、哦，诶，即个历史背景啦，这个比较会吼、哦、较有即个啥，较有基础性的，就是讲，这呢是唔是讲耶稣，而且他是。真的是流传在，吼、哦，咱的这个集阳神，吼、哦，这个集仙落来底，啊，伫这个集仙落来底，伊咧讲到这个九天玄女娘娘，吼、哦，九天玄女娘娘就是先天的真身，对这个黄帝之师金庙元君，吼、哦，一地主，吼、哦，啊是讲，啊为什么伊那个称为咱的五庙呢？吼、哦，天女者，就是咧讲玄女。金庙元君之地主，吼、哦，伫这个黄帝设为兴国之君呢，神龙氏呢，吼、哦，神龙氏立天下，吼、哦，基顺于，吼、哦，啊，咱讲愈来呢，吼、哦，愈衰退的时阵，诸侯就到尾也就安怎？讲这个神龙氏呢，立这个天下的时阵，伊这个孙啊呢，叫做宜刚，伊呢接落来的时阵呢，未晓欢。啊，就变成诸侯呢，相割，相割就是小台啊啦，干戈竖起啊，吼、哦，国际风翼啊，所以呢，自称叫做五行之合，五行之合内底都这个太和之侯，自为清帝，新龙之侯以往呢，自称赤帝，叫做赤帝，强公之族，自号叫做白帝，吉天。吼、哦，吉天之后呢，组合叫做黑帝；起自有咸之喜者，组合叫做黄帝。黄帝那是姜氏
人讲恭忌下士啦吼，切身受德。所以讲，咱的这个吼，人讲咱人有三皇五帝嘛，啊，三皇五帝是为对来的。当然啦，这诸侯伫这集仙落来对，这诸侯呢吼，哦，包括讲是黄帝啦吼，新龙帝啦吼，或者赤帝、白帝啦，吼、哦、黑帝啦、青帝啦，吼、哦，这拢总有。黄红青白乌，所以讲咱咧徛这个五红旗啦。五红旗有分，吼、哦，有分呢，吼、哦。你是水晶柱、赤晶柱啦，七，吼、哦，咱就讲，伫只黄红朱赤青，这拢是，吼、哦，这若要讲起来，讲拢是相的，吼、哦。咱定咧讲五红啦，吼、哦，五红有分啦，吼、哦。像咱咧讲三花，上三花、中三花、下三花，五红大地伊嘛是有，上中下。那么呢，吼，咱今麦要来甲讲的，就是咧讲吼，咱这个黄帝赤心修道在位二十二年啦，吼、哦，这个蚩尤呢，吼，哦，兄弟足济人诶，啊，伊个身躯呢是一个兽身，当头剃壁，哦，啊，爱食呢，石头伊嘛无咧惊，剃啊伊嘛无咧惊，啥物拢总无咧惊。啊，所以讲，伊无咧食五谷，伊是吞沙吞酒呢，当头剃背，吼、哦、剃背，啊，搁再吞沙吞酒，不是五谷，吼、哦、啊，会使讲是吼，那咧相拍拢是四脚落地啦，都敢那虎迄种型的，啊，伊呢侵害到这个黎民呢，吼、哦，伫咱这个兵器内底面，黄帝安怎甲伊战呢？拢安怎战都战袂赢。啊，也袂当和你沟通啦，因为伊无咧食五谷啊，哦，伊平常时咧食，咧吞的拢是石头甲沙，所以伊呢，甲咱人就无同款，无同款品类，所以讲吼、哦，咱讲蚩尤呢，蚩尤帝也就是我们人类其中的一个，吼、哦，黄帝，吼、哦，蚩尤也是哦，吼、哦，啊，加咱今麦咧讲的吼，啊，咱的神龙，安尼就叫做啥？咱人的三祖啦，吼，人的三祖。但是呢，吼，一蚩尤帝，他做些人类，吼，是跟人家不一样，铜头铁臂。但是呢，吼，一到尾伊嘛是啥？咱人无的时阵，有这个人，吼，啊有跟没有的时阵，是不是爱有这个所有的？咱讲正常的，啊个普通的，吼，有妖有怪有魔，有这个所有的这个种种，唔够形，唔才有形一个荒蛮荒的世界。对不？啊，这个蛮荒的世界，来这边的人类，那当然就比较奇怪了吼。啊，所以讲黄帝见蚩尤的时阵哦，见到尾啊，真正是伫这个低落的时阵吼，地势不行，蚩尤吼坐待无休于海岸，得力啊，所以讲吼，蚩尤真正是无该吼，互伊退开呢吼。啊，咱呢，这个黄帝呢嘛无法度讲教咱遮济代志啦吼。你蚩尤会来乱呐、啊，啊，所以讲吼、哦，金庙呢吼、哦，就派着这个啥，就派着咱的这个九天玄女，披着这个袍衣呢吼、哦，降来到这个对，降来到这个黄帝的所在，摕着这个兵符甲印剑，地传授命，吼、哦，并向这个吼、哦，啊，这个蚩尤吼，该加工你这要安怎去改进，吼、哦，你今日呢，你要改进呢，咱讲。用人改战，用家私改战，你拢输伊啦。啊，所以讲吼、哦，咱的这个金庙娘娘呢，就是咱讲西王母啦吼。西王母派九天玄女娘娘来甲伊讲，讲你爱用牛皮来编鼓，编八十四面的鼓。如果蚩地吼，就是讲蚩尤呢，拿过来战的时阵吼，大定四方，就是用这个八十四面的鼓。用这个牛皮编的鼓，你甲分作八十四个方位，八十四个方位，但大定爱搁定四方，有八十四面鼓，啊，你甲定伫四方，就是东西南北中，东西南北中就是战场嘛，吼、哦，然后吼、哦，你猜出着这个啥，修山之党，吼、哦，注定于行山之下。啊，所以讲黄龙来迎呢，升龙，人讲升龙会升天呐，哦，这个就是九天宝，九天宝娘呢，
受到这个西王母的命令，受护法一皇帝，号称为九天玄女。啊，所以讲，咱即马称为九天玄庙天尊。啊，所以讲，皇帝赞蚩尤的时阵，嘛是因为九天母娘吼、哦，有来降这个，吼、哦、降这个八十四面呢，的这个鼓啦，大鼓变作大鼓，啊，分作四个方位。啊，蚩尤这个八十四面的大鼓弄落个地吼。哦一段乱的，军心大乱。啊，军心大乱的时阵呢，要安怎？当然啦、啊，伊就爱走啊，因为伊惊迄个鼓声，八十四面的大鼓声，甲弄落个地吼、哦，他真的他没办法，伊受不了，受不了伊就走啊。哦，啊走的时阵就战败。啊，迄个时阵呢，皇帝吼在咧定定咱人的礼数啦吼，皇帝做呢吼。你甲想，黄帝祖伊有这个吼造诣啦吼，啊，过来咱人吼，而这个寸巧啦吼，也是讲吼要创什么啦，民生啦、物品啦，有诶无诶，拢总是为黄帝迄个开始，才有开始，才后壁才民生物件啦吼。所以讲皇帝吼，啊，加咱的神龙帝、甲蚩尤帝，这是要讲是讲咱最原始、最原始人类的三祖啦吼，人类的三祖。啊！伊犯是犯啦，伊嘛是啊，阁是另外一族的人类的族，所以咱讲三族，就是蚩尤帝、吼、哦、啊加神龙帝、加皇帝啦吼。安尼甲咱讲，咱就听有。啊，九天玄女娘娘是西王母派来的，吼、哦、做这个战鼓八十四面分作四个方位，啊，甲甲蚩尤帝呢，甲封锁起来，互伊退兵啦吼。哦
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吼，文殊师利菩萨啦吼，菩萨大家嘛知吼，咱即马咧讲啊拜菩萨啦，拜吼都一搞个神啦，什么神拢是咧祈求啦吼，祈求啊，我们现在吼。听到的消息，电视小可甲看一下，看一下，我们都会知道啊。因为武汉的问题吼，啊，所以能够觅得祖师啦吼，也是讲咱的信心啦吼。伫咱这个哦，咱的这个节目顶管，我觉得说咱哦，咱的师兄师姐啦吼，他们真的很不错吼。伫这个。于师兄呢？吼，于立松师兄伊也定伫咱这个群组吼，伫破门啦吼。伊讲人伫挫败之中呢，不忘上进；在失败之中，不忘坚强。我觉得很不错啊。对啊，对啊，人就是安尼啊。哦，袂使讲拄着代志，家己惊家己，吼、哦。啊，家己惊家己，啊，咱就放我安尼，咱面哪有啥物款作为？伫艰困的当中，唔通袂记你行持。在艰难的当中，唔通袂记你了缘；在苦恼的当中，唔通袂记你欢喜；在咱分歧之中，不要忘了我们还是可以同意呀、啊！在造罪之中，不要忘了忏悔；在犯过之中，不要忘了自新；吼，在血泪之中，唔通袂记你爱报施啦，有贪就爱报施。像一个足有福报的吼。安尼去买一张报纸，开十块银，就一千万。好、哦，他懂得上天赐给你的，你要不要忘记布施？获利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布施。好、哦，闲聊之中呢，不要忘记。好、哦，咱人呢，吼，讲话啦，吼，爱较乐观嘞，爱较慈悲嘞，吼、哦。伫洗手当中呢，吼、哦，啊，做上面任何代志，不要忘了说，我们是在做的是什么事？施。就是在讲到咱人，不要忘了大体，吼、哦、啊！成就的时候不要忘了报恩呐，吼、哦，这是拢对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很不错了，吼、哦，也很感恩咱家师兄师姐。咱讲讲受到侮辱的时候，不要忘了宽恕，也不要忘了宽容呐，吼、哦。啊，人呢来到这个世间啊，你讲对甲唔对，拢来啊，都拢来啊。你讲对啊唔对？啊，所以讲吼。哦不忠不义，刁又精，贪官贪商害百姓，有这种的吗？有啊，啊有人敢会使讲安尼？这个世间都不是世间了吗？嘛是世间，只是说人与人之间你要怎么做安尼呢？讲安尼较简单啦吼。来，啊咱的道清水啊，这如果若是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慈莲毕生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心的道亲，咱那个空我感恩，咱老师也服务啦吼。啊，咱现场的电话是5966449。啊，如果讲咱也是啊，要卡咱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5916045。我关心的道亲，咱个空我感恩。今日吼算拄啊好做共修嘛，共修礼拜六共修。那礼拜六共修呢吼？最主要是要让恁知影讲吼，咱要敬拜天公啦吼，敬拜天公。啊，拜天公呢，我讲天公台湾全省世界拢公家的天公，袂因为讲你台北的台北，你拜台北，伫台北拜着台拜拜着台北的天公，伫台南拜着拜着台南的天公，毋是安尼。吼、哦，天公是全世界性的天公，你的心伫对拜，伊拢接受会着。啊，你要伫咱岛拜，东空吉台拜。吼、哦，嘛可以，吼、哦，啊！你讲我要大庙拜，吼、哦，啊！咱有上经有五献仪，还是九献仪，吼、哦，啊！咱以大家社会同心，吼、哦，协力，有个人，吼、哦，你破功，吼、哦，今天开始就出素，吼、哦，明天停工生，今日开始就食素，啊，明仔载嘛食素，食两工的素，啊，将这功德给回向，吼、哦，意思就是讲，啊，会减少一些哈瘟疫啦，哈、哦，减少一些什么。啊，咱即马直接讲，人既然啦吼，遇到了，也有很多人这样说，说啊，用什么来吃都会使，吼、哦、啊，用四妞什么哦，啊是讲用咱的蒜头，
吼、哦、十粒蒜头落去遐做蒜头水。蒜头，我并无反对啦吼、哦，因为蒜头你若感冒的人，食蒜头水干扫嘛好，因为它有杀菌，它有杀菌的作用啦。所以讲吼、哦，用十粒蒜头甲泡好嘴，啊落去用蒜头落去遐地。轻轻的，吼、哦，较冷小块，安尼小小啊啉，它会杀菌，它是真的是会杀菌，好、哦。啊，你平时洋葱也是蛮不错的东西，好、哦。但是你也讲讲讲哦，啊，你着食蒜头，啊，即摆即个肺炎伊就会好，啊，这种就这个话我都唔敢讲，好、哦，因为这个没有绝对的吼、哦。啊，有的人佫讲哦，啊，都有的以后啊，吼、哦，出来无偌久又佫丢掉，复燃。哦，啊，这咱是要安怎去讲？也许是抵抗力的问题，也许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啊，你啊，抵抗力跟免疫系统出问题，你说呢？咱即马要安怎去讲？对，还是不对？不对在哪里？不对的方向在哪里？好、哦，咱即马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讲吼、哦，咱嘛希望讲咱的孙兄弟啦吼。食蒜头，你莫甲当作阮啊，阮都食素食嘞，都无咧食葱啊、蒜头、韭菜。但是你也甲当作药啊食，有人吞袂落，因为蒜头真正有一种味啦吼。啊，但是呢吼，那为着好，吼、啊、有个人讲去遐甘甘草啦吼，甘草几钱啦吼，四钱吼啊，迄是网路刊，啊咱嘛唔敢讲，全部讲互咱来听又听，惊讲会去耽误着恁啦吼。所以我也感觉讲，医生筛检了以后没事最好了哈。来听故事啊哈，听故事。咱讲民主谦是虾米人？按照孔子教育内容，也当分作德行、仁义、政事、文学这四科内底，总共有十个人。比较怎样较杰出啦齁，被称为孔门十特啦齁。现在呢要讲的这个民主谦呢，伊就是伫这个德行上呢比较较著名啦齁，较出名。但民主谦呢是一个齁、哦、咱讲言行正直的人，不接昏君的征召，也不想出来当官。有一次呢吕氏想要请伊齁、哦、出来做这个齁会定的这个定定。这个民主谦呢，伊甲这个机会回绝，让别人，并且呢，伊讲我吼、哦、无法度去做这种的官员啦吼，啊，所以讲以后唔忙过来聘请我做官。如果你若过来招请我，我就会离开这，我就会离这足远的安尼啦吼。所以有一届呢，鲁国政府呢大兴土木，改造修筑灾会，吼、哦，这下有这仓库。啊，民主篇呢就批评讲吼，原来这个仓库不是要兴，哦，原来仓库不是还可以用吗？为何要大兴土木？真的劳民伤财了吼。这个民主篇伊无啥爱做官，但是伊阁真有正义。伊就讲恁岛国这政府是安怎？这个仓库都要好好的会使用，啊，买下会收回哩，嘛也阁会使藏啊。为什么你要阁开这大条、这大条的钱来大兴土木？所以就出这个声，啊，都有人家吐啊！你讲民主谦，你讲你无爱做官，但是你阁足爱插这官司，吼、哦，安尼你明明就是口是心非啦，吼、哦，口是心非，所以对这个人民的生活，伊可是相当关心啦。但是都有人甲反面甲讲，啊，讲人皇帝要爱你去做官，你唔去。人即马咧大兴土木，吼、哦，咧改造修筑，你才开始咧讲话，啊，你讲话，啊，你讲你无爱做官，你又要阁讲管政府的代志，啊，安尼你安尼敢有算？咱人若要跳出咧苦啊外吼，真正无爱做官，要跳出咧苦啊外，应该是什么？什么都不讲，但是。咱有个人讲，人有个自卑啊，这民居知影这无讲，你会感觉讲不大对，啊，就咱就会仗义直言嘛，仗义直言，啊，所以讲吼，咱讲讲也唔对，啊，唔讲也唔对，按、啊、到底是要对也唔对，啊，所以去刺激到这个病民主圈，刺激到他，为什么？这读册人呢，可见这民主圈呢，
吼、哦，伊虽然唔愿意做官，但是呢，伊佫相当关心百姓。所有的这个礼，民主官思想呢，受到孔子的赞美。既然你这么优秀的品德，但是呢，吼、哦，你确实呢，无想要做这种的吼、哦、官员。那么呢，吼、哦，我希望讲吼、哦，你爱有家己的打算啦，吼、哦。啊、所以说、哦、这个民主圈世人的时候他们老母就死了，家里面就剩他们老爸了、哦、跟民主圈、啊、但是这个老爸工作真没用，时常呢走出去外面看他们这个孩子没人照顾，心肝底真的是过不过了、哦、还有一个不是很大汉的、哦啊、所以说孤一个人、哦、于是呢就另外带一个母来料理家庭，并且要照顾这个孩子的生活。没多久这个后母家己嘛生两个后生，从此呢吼，这个朱谦就无好日子当过。这个、后母对人家己的囝非常的疼爱，但是呢，这个朱谦呢吼，确实有一顿无一顿啊呢吼，不但摆着凶恶的脸孔，吼、哦、对这个吼情人囝就态度呢，会使讲是天差地别啦吼、哦。虽然因后母安尼家己胎，但是这个朱谦已经十八岁啊，伊嘛捌代志啊。伊同款是乖孙孝孙，所以因老爸一直呢吼蒙在鼓里，唔知影讲因这个大汉后生去学这个后母苦读甲这个款。有一天的冬天呢，真寒，已经落了几啊个雪，吼、哦、伫厝顶啦吼，马路拢总是雪，整个白茫茫的时阵呢吼，啊伊伫路的呢行人又阁少，所以啊显得很冷清。这个时阵呢，这个后母对着因老爸讲啊，讲天气这么寒，你看。啊，我这三个囡仔呢，各有准备了这个棉袄来御寒呐。这个、老爸听了后真欢喜，就讲啊，我娶到你这真贤贤，很贤的这个家后。但是呢，伊就放心搁出去做生意啊。这是干那遐看尔，因老爸呢有代志要处理啊，就甲朱谦讲啊，讲阿爹有代志要出去，你帮我吼、哦，甲这个马车呢塞到外口面去安尼。啊，这个民主圈呢，就跟老爸塞马车呢，吼、哦，塞去到外口，塞去到外口，这个乖囡仔呢，吼、哦，立刻回答，吼、哦，跟老爸讲，吼，啊，你顺心塞就好了。啊，主圈呢，吼、哦，就穿着因阿母准备的这棉袄，到外面，甲因老爸塞车，谁知影到外口呢，吼、哦，寒甲呢，直直安怎？人讲下到酷酷酷。啊，好个呢！因老爸看到讲，嗯，啊，佮看起来这个棉袄都这么厚嘞，为什么太袂烧呢？所以这朱谦呢吼，惊因老爸烦恼，哇，唔敢穿，佮同款呢吼，佮继续呢佮斗杀，根本就使不出力气，因为拢寒冰雪冻呢。因老爸呢，穿来这个朱谦呢吼，这个车呢，安怎杀都杀袂叮当的时阵呢？伊就甲讲，伊讲你为什么你穿的这件衫同款蓬蓬，啊同款是只高，为什么你太寒到这型呢？第一人食无饱，因后母食拢会，人大家食饭伊啉汤啦，伊啉暗。咱甲古早人咧煮饭有无？拢糊的，用糊的，你知无？遐饭呢，食会饱拢糊因小弟仔食，伊拢干那啉暗汤尔。吼、哦，啉红汤，骨来身体就一定歹啊，全身骨就用要冻僵啊，对无？吼、哦，一个无小心去跋倒去呢，啊，这个民主肯定老爸呢，底下头前等这个囡仔等遮久，啊那叫伊塞一辆马车呢，塞遐久，伊去甲看，迄、那个囡仔已经趴伫个涂骹，只看到这个朱谦呢，伊较紧要甲抓起来的时阵吼，喙齿啦、喙唇啦，规个拢种，规个拢紫色的。伊所夹到的这个棉袄呢，吼，原来内底是细衫。哎，我你看到，你真正不是细棉啊，哦，不是细棉，是细芦苇，芦苇，芦苇的絮，吼，不是细棉哦，嘛不是细上面搞的物件，是芦苇的絮。啊，芦苇的絮，你啊看，哎，芦苇灰，是不是安尼？啊，迄内底都未烧啊，因老爸一摸呢，果然哦。不是，好、哦、用棉好、哦、打上去的，伊就入来啊，就甲迄两个吼、哦、
是也过伊两个尾也过生迄两个面后呢，甲摕来看，哇，那有差遮济。民主圈的这个面后内底拢是迄种啥芦苇，用芦苇甲尖尖的尔，吼、哦。啊，莫怪讲这个囡仔会去互你折磨死，敢互你寒嘛寒死，吼、哦。啊，食拢食啥？问民主圈，民主圈唔敢讲，一直摇头，不敢说，唔敢讲吼、哦，因两个食饭啦，吼、哦。啊，我拢啉暗啦，他也不敢讲。经过了安尼呢吼，因这个某呢吼，实在讲的要甲留咧嘛，留袂落来啦。这个翁呢要甲赶出来时阵吼，民主谦呢就跪咧甲老爸讲啦，伊讲吼，后母对伊安尼无怨叹啦，吼，但是吼，我相信伊以后会改变。这两个小弟袂使无老母啦，吼。啊、所以讲，请老爸吼宽容，手势也管，还老母个大嘞，还这后母个大嘞。所以讲，咱人呢吼，你甲想一想啊，哦，亲生囝甲唔是亲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种分别心呐、啊、吼、哦。啊，但是民主圈伊确实用啥，伊用这个孝心，吼、哦、啊来感动因老爸，啊嘛替这两个小弟留一个老母啦，吼、哦、后母对伊无好。但是伊宁愿受苦，嘛是希望这两个小弟卖讲连老母拢无啦，所以伊要甲赶出去，伊就甲揽咧，跟老爸讲，小弟也袂使无老母，吼、哦、啊我无要紧，所以可见讲伊是一粒善良忠厚的心，嘛就咱处处为人着想的孩子，所以难怪了吼、哦，孔子呢会一直称赞他，民主圈是咱孔子，吼、哦、咱要讲起来，伊有名弟子其中的一个。不仅是善良，而且又不贪，吼、哦、啊！对这个老母，对伊的这个苦毒，人伊嘛是无怨恨啦，吼、哦。所以咱讲到这古早历代的人，吼、哦，是安来安呢？唔是亲生囝甲亲生囝，这个差别，就爱看咱家己的爱心啦，吼、哦。咱有个人讲哦，咱去到孤儿院，我们看到的孤儿，我们会伸出我们的援手，然后去布施一些钱，拿一些好吃的，好去给那些孤儿。好，咱是用出自于真心。好，啊，咱看那些囡仔，咱嘛当作跟咱家己的囝同款。如果咱要用这种心，就如同天下父母心啦，你讲是不是呢？南无萨埵南
知难大智多安这里助力准提娑婆诃准提佛母准提佛母咱就收听到这里。咱比正讲的，咱的姜子是咧婚姻观大悲向三吉川中悲是了至五十二号，即个晚上有共修，吼、哦、啊，七八阴暗咱有，吼、哦、咱讲祝寿大典啦吼，啊咱也讲无伫咱兜拜天公，咱来主天必成宫团拜啦拜天公，吼、哦、啊咱也讲啊要买花啦吼，啊是要买果，咱的蔡正华师姐又讲伊要摕两盘花过来吼、哦，啊所以咱讲花啦吼。哦啊，是一种哦，供养来的香花灯果烛，吼、哦，香花灯果节，吼、哦，啊，那是讲吼，弥、哦、山啦，吼、哦，就是像咱你讲的祝寿嘛，吼、哦，祝寿过来就是啥，咱的祝寿的这个啥蛋糕啦，啊，是祝寿的一种吼，啊，咱讲寿桃啦，好、哦，香花灯果烛，这是基本的哟、哦，过来寿桃寿蜜。吼、哦，有诶用个七彩箔，吼、哦、啊，有诶爱个用迄种啥，有诶用迄钱币，就像咱咧讲诶龟跟币，安尼呢倒起来拄好九行，啊，有诶用十二行，所以说吼、哦，啊，咱内底个栽培啦，吼、哦，个栽培，吼、哦，啊，咱灯嘛一定爱，所以咱阴暗呢吼，伫咱慈天毕生宫呢做这个大献啦，吼、哦，大献礼，啊，就讲甲咱献金过上帝。玉皇大天尊、大至尊呐、啊，万寿无疆，圣圣寿。今天晚上啊，咱就拿来供修，吼啊，供修啊，九点半啊，就开始准备啊，十点开经，吼、哦，十点开经，吼、哦、啊，团拜，吼、哦，然后呢，吼、哦，就是来做这个吼献仪大礼，吼、哦，咱感恩呐、啊，上天呐、啊，吼、哦，会当个运力发较少，吼、哦、啊。渐渐吼，甲即个吼，啊，即个吼，咱讲细菌啦吼，啊，收起安尼吼，看下吼，咱大家安尼较安全平安无吼，啊，拄着都已经拄着啊吼，啊，咱定有个人讲，讲好歹是运啦，唔知影讲到底要发生伫倒位啦吼，啊，即嘛唔是讲头地去甲特定在哪里啦，应该是啊，跟动物有关系啦，咱食的物件有关系，吼、哦，所以讲。所以咱嘛袂当去怪任何人啦，你讲是毋是呢？今麦恁要感恩呢吼，就是讲咱的济公师傅吼，师傅伊呢嘛是平常时啊，伊嘛是吼真担心啦，真担心。像咱最近的统一改制吼，对真统一改制，今日拜六嘛，今日拜六统一改制要做啥？咱人讲，咱人有黑公啦、车官啦、天狗啦、白虎啦、五鬼啦、病符啦。还是高考级啦，吼、哦，啊是讲咱咧讲高教啦，有的人讲松门啦，好、哦，我西湖啦，这跟咱平常时啊吼，也是常生活息息相关。啊，为什么说太岁年？吼、哦，我们为什么要去拜太岁？这太岁呢，唔是讲啊，咱今日要甲拜就甲拜，啊唔甲拜就卖甲拜，唔是安尼。太岁年有太岁年的规矩。太岁年，太岁年的规矩啦，吼、哦，像咱讲太岁年，太岁年的规矩，咱定咧讲，人咧希望啊，拢是会当啥，大家拢希望五福临门，大家嘛要五福临门，但是五福是啥物，吼、哦，咱今日今日若要知影讲究竟啦，哈、哦，五福是什么？五福是什么？五福就是我们的词语里面所说的，经书里面所说的，五福就是啥？一日修，两日福。三日康，吼、哦，三日康灵，第四日好德，第五日，吼、哦，咱讲考中命，长寿的是啥？长寿的是咧讲着讲，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延绵，叫做长寿。富贵呢，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才叫富贵。康灵呢，是身体健康，而且呢，心灵安宁。安尼个叫做康宁，好定呢吼，好定就是讲心顺人心，而且呢宽高宁静，善终呢就是讲会当先知影家己，什么时阵会离开咱这个吼、哦、地球村，吼、哦、啊这个叫善终，能够真正得到这五福的人呐、啊，叫做五福，人必须是
平和待物的人，平和待物的人，五方呢全部甲合起来，才会当讲啥？才会当讲幸福美满的人生。一分，吼、哦，一分开就不是你们想的五福临门了。比方说，有的人长寿却没有福气，有的人长命百岁却是贫穷度日，有的人是富贵荣华却是夭折短命，有的人是富贵却健康不佳，有的人是富贵却生活操心，有的人是生活糊口而且烦烦恼恼，有的人是满足贫贱、哦啊、但是又不得悠闲、哦啊、有的人呢是贫贱而善终、哦、有的人是富贵最后却 遭到了怀祸。所以说人生百般境遇都是不胜枚举，简单说五福演化来的，只是在说五福临门才是十全十美的人生。所以我们在讲祝福说啊，让你五福临门啦、啊、大尊入港，都是美中还要有一些缺啦、哦、我们就说没多一个都真正去得到五福临门、哦啊、所以说有缺陷的福、哦、我们也要把它当作祝福啦、哦、五福当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福，就是孝德。孝德，孝德嘛，哈、哦，心存生性仁慈宽高，哈、哦，宁静的德，这可是可贵的福相，哈、哦，德就是福，啊，所以原因就是根本啦、啊，福就是德，结果就是表现，所以讲哈、哦，怀有敦厚纯洁的孝德，哈、哦，啊，积德的心，哈、哦，随时不失行善，广积阴德，这样我们才会当培植到咱的素福。好、哦，那我们再别讲哦啊，连面无连面无，你要不断的去增长，你不断增长，你唔叫无法度好诶，唔再愈来愈济。所以讲平安是福，奉献是福啦，吃亏也是福，糊涂也是福，健康也是福啦。好、哦、啊，总是吼、哦，大家拢会当安尼啦。啊，所以讲希望呢，咱所谓道亲啦、孙阿姐啦吼、哦，然后经过吼、哦、咱的啊一高。经过一高，就是说咱的高速公路一高，啊，咱有看到一栋黄色的吼、哦，这就是慈天毕生公路道场，吼、哦，啊，咱为七十八线甲挖落来，挖落来到吼落、哦、来，你也看到往岛南方面有看到公圳加油站，公圳加油站过来迄个青阳顶了挖正手，啊，挖倒手了，挖倒手，你要挖倒手就是往啥，往大陂啊，往大陂呢吼、哦，你弄过。第二届的这个高速公路卡，第一届是七十八线，第二摆是第一，就是咱第一高一高的迄个高架桥卡，啊，你甲看正手边，你就看到慈天毕生公的道场，欢迎来泡茶。好、哦，咱今麦呢吼，一个这个茶叶蛋供应啦吼，啊嘛个这个吼、哦，咱讲过七层桥啦吼，烫卡吼，去腐存清烫卡，啊过七层桥。吼、哦、啊，咱呢吼马仔里面，佫有一台游览车，是大家要来结缘拜拜吼、哦。啊，来过七星桥的啦吼、哦，啊来吼、哦、来用茶叶蛋烫卡的啦吼、哦，啊是讲来加持啦吼、哦，都可以啦，我们都非常欢迎啦吼、哦，非常欢迎。那、啊、明天吼、哦、啊，咱的师兄师姐吼、哦、要用游览车招招的吼啊，做回来拜拜，也是非常感恩。哦，啊，咱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免客气，慈天毕生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591605，这就是咱慈天毕生公服务电话。啊，咱有需要服务，咱这个电话做你个卡过来。啊，要用传真机也可以啦，哈、哦，用传真机也可以。咱感恩啦，哈、哦，咱即马来祝福一下，哈、哦，啊，咱讲。一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愿家道好替，国富财贤；三愿三界含义，山海背离；四愿庶民福增，安居乐业；五愿五洲和合，争端英雄；六愿六合澄清，世无污染；七愿七座朝圣，上处玉京；八愿啊，咱八愿啊，吼，八表安宁，财星吉影；九愿。九天庇佑，大降真祥；十愿十方有情，人间升平；再愿善终归命，同登道业；敬愿道气相存，福留子孙。这就是咱的愿力了哈！在这祝大家吉祥平安，哎，拜一个晚年哈，大家愉快，再见，拜拜。